哎，这沼泽也不是很深嘛。这可不见得，毕竟人可比一块小石头重多了。那我扔块大的试试。好像真的不深哎。喂，真当我不是人呐？小心使得万年船真陷进沼泽里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们慢慢。大家快让开。看样子这沼泽越往里面越深呢，我建议大家还是另想办法吧。好样的，佳怡。老大，你来了。老大，你快看斯图勒他们。你好笑吗？瞧你们这副德行。得了得了，让你们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吗？报告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。斯图勒他们已经进入了我方的预设之地了。很好，今天我一定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新手段。难道这回真的要绕路走了吗？喂喂，那边的东西好好玩啊。这样吧，我们钢铁飞龙先坐着飞行摩托到附近勘察勘察，乐乐和佳怡就在这里等我们。乐乐呢？我好像找到了过沼泽的方法了。咦，我们先走一步了。哎，果然乐乐是个最难捉摸却又让人惊喜的人呐。大家小心，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毒气，不但具有极强的腐蚀性，而且在高浓度下极易引燃。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咳得这么厉害呀？对呀，佳怡是 AI 倒是能理解，为什么我们几个都不像乐乐那样。哎呀，这还不简单吗？你们看，这种毒气的质量比空气要轻，所以越往上越浓，反过来越接近地表毒气就越稀薄，就像火灾的浓烟一样。这么说还多亏了我们的小身板了。乐乐，你怎么样了？哦，真没想到以前在学校学到的火灾逃生知识居然用到了这里了。乐乐，你还能学以致用，举一反三呢，好样的。那当然，我的脑子还在好吗？算了，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。离开？忘过我了吗？剑目，通达于天的巨目，可沟通人神两界。原来这些毒气都是你弄出来的。没错，就是我。本乐乐早就想找些乐子了。神兽酸泥机甲召唤。
是完全克制这种地形的。小姑娘分析的不错，在这里我就是天然的王者，看招。糟糕，早知道就召唤巨鲲机甲了。他在干什么啊？有了，乐乐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落脚点。明白。你们这么轻松地赢我的，我的独爪器，你们是绝对躲不开的。糟了，酸泥的防护层也被毒气腐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完蛋的。没错。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处了。佳怡，我有办法，数三下我们就往上跳。乐乐，你该不会……三二一，跳。既然这毒气是沼气，那只要有星星之火就能引爆整个沼泽之地。乐乐，你这次也太乱来了。就差一点儿，我们就跟天王一起爆炸了。不会啊，小新不是说过吗？毒气都集中在上面，只要紧贴着地面，就不会被炸到的。那就算不被炸死，你这么跳进沼泽里，也会被淹死的呀。这个就更不会了，只要保持平躺的姿势，
增大受力面积，这样就不容易沉下去了。这样看来，反倒是我们几个大惊小怪了。乐乐和嘉怡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了。那当然，嘿嘿，这些防火知识可一定要学好哦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危难时活用呢。各位小朋友，学会了吗？今天真累，好困啊！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又做得太过头了？这个，与其说过头，不如说太假了。一看就是硬打的。嘉怡，其实你不必事事都跟着我们学的，尤其是不必事事都跟着他们两个学。不要学！好了，天也不早了，既然大家都累了，那就快点休息吧。我要睡里面。嘿嘿，里面已经被我占了。喂，乐乐，去那边睡呀！喂，别挤过来！喂，我。阳光真好啊。哎，阳光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树木都变大了？喂，赤焰，小心。干嘛呀，吵死了。哇，怎么一晚过去草就长了这么高啊？我的脚被缠住了。别紧张，我来帮你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？是不是我们都被缩小了呀？或者是反过来，你们看，篝火堆还是昨晚一样大小，这就说明不是我们被缩小了，而是周围的植物被放大了。等一下，如果真的是植物变大的话，那么你们快过来看呐。乐乐，你发现了什么？这下我们一辈子都不愁吃的了。这简直是天堂啊。你们看，气球果也变得好大。我突然有一个好点子，噔噔噔噔，一这样我们就能一路飞出去了。太棒了，我要给它取个名，叫钢铁之心号。不行，应该叫它无敌乐乐号。可不可以叫嘉怡女王号？我们真要做吗？徒步行走会非常危险，看来我们是非做不可了。准备起航。请报告路况。报告，前方一切正常，没有障碍物。报告，后方一切正常，没有障碍物。看来一切顺利嘛，再过不久我们就能轻轻松松地离开这片沼泽地了。但是沼泽里的植物一夜变大的原因我们还不知道呢。我也有点担心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奇怪的事情一发生，后面总有天网在搞鬼。这次会不会……乐乐，前方好像有东西过来了。什么？
植物豌豆，哪来的？大家不安，我们要坠机了！痛死了！这种竖着的豌豆简直是机关枪啊！嘿嘿嘿嘿，你们接下来的遗言是有这句了吗？果然又是天王。剑木力量提升，操控木之力量的萨满，力量来源于法杖。上次让你侥幸赢了一回，这次我要连本带利的赢回来。小的们准备作战。是。我们也快进入战斗吧。早就有这个想法了。山海神圣融合召唤。嘿，神兽召唤器。佳怡，让我们再让这个手下败将吃点苦头吧。没问题。啊，依我看，吃苦头的是你们。妖虫小技，延伸兽神大剑。天王，你的剑木就这点本事吗？别着急呀、啊，这只不过是开胃菜而已。就是这样，把他们吃掉。想吃我没那么容易。乐乐，我们必须速战速决，否则剑木会一直操控新的植物为他作战的。我正有此意，一起上吧，佳怡。明白。比近战，那我也不会输的。小的们，乐乐，剑木的法杖是他的核心。没用的，不管你做什么都没用，我是无敌的。是吗？你看我手上的是什么？居然偷了我们的法杖，快还回来！就是啊，没了法杖，这个剑木就是个没用的蠢蛋，很容易就给打爆的。你们给我闭嘴！哪有这么笨，把弱点告诉人家的？
谢谢你们的建议哦，这下轮到我来解决你们了。总算都恢复原样了，要是剑木的能力也能让我们变大就好了，可惜他的法杖已经坏掉了。哎，真是的，乐乐，你下手这么重干嘛？帅嘛，帅就完事儿了。没关系，下次一定还有机会的。对了，我们一年的粮食啊。果然也变小了。